一个带钩子，一个带金下乡嘛。为什么我有决战机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开，重开，等一下，我要重开一下呀！我刚刚没注意到，我刚恍神了，想说，为什么要带决战机？我是白痴，对不起。对了，刚刚我慌神，对不起。对，带对了，我带对了，对了，带对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这是 OK。我什么网络在搞事？网络在搞啊！我在丢火弹，为什么是在丢你那边？Why？啊？Hello？你的钩子也可以啊，你用你的钩子，然后钩那个网弹就 OK 了。哎，我真的不懂。地下乡对蛋仔丢丢不用跳啊，啥意思？所以是这个。Nope. Nope. Hello there. 站圈你就不用跳啊，一分哦。给我进，给我，喂，坐着，坐着啊！你这篮球在搞事情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果然我的鸡向下还是有点蛮有用嘛。哼，有了吧有了吧，这鸡向下还是有用处的，紧急情况再使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等等等，就他妈的，就他妈的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讲过就好了。这太细了吧？OK，你前进一下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，你那个抓那个矮子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这边空气强。Stop！不要前进，不要前进，你先勾那个，不要。我死！没事，可以呀！我要 help me！过去！为什么我卡住了？为什么我又卡住了？好了！我真的大受震惊，前面不应该有空气墙啊！有空气墙要跳。又是空气墙，六，那边有空气墙，我就边移边跳嘛，移至那个前面空气墙，就像你看这边有，我要，没事，我竟然没事，Oh my god，等一下，我再丢个金下乡看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！怎么有啊？还好存档点啊！我操！快！哎呀！My God！竟然还有个隐藏的躺下来柱子。好啊！你就置顶，带钩子走上金下乡，走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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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Okay，那上面是什么？水？哦，水是不能跳的。这啥？这什么？所以我是要干嘛？怎么了？你在上面呢？哦，我好像懂了。我是要帮他了，想说是干嘛？
OK。抓着带着惊吓箱的蛋起步后投入惊吓箱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等一下。哎，有吗？没有。有了吧？我进去了。传送门。这啥？没说，就是没说。哎呦！坏掉了。没有弹簧，还是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啊？啊，不行，旁边有个东西啊，我过不去。哦，我又在耍白痴，我都忘记还有个钩子了。看来是要跳起来，完蛋了。What is that？ 那个，你可以帮我数个三二一吗？那个一的话。不对，用表情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跳扑过去，然后就瞬间抓我，眼，什么眼？怎么它有按钮？想说我还以为你出个有够难的东西，结果你也瞎。他写什么？两个人先上来，钩爪什么？听不懂。你要怎么办？我要准备钩，然后你准备跳，然后我要抱你，可以吗？有箱子，过来 ，come on！ 啊！那个什么，自己把游戏变难，丢钩子。那按钮可以干嘛？好啊，我们两个都忘了按按钮，都不知道按钮存钮都可以帮他照路，笑死！分别放入大圈跟小圈就可以通过了。好，这交给你，抓着。观众们喜欢高血压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终点吗？哦，万倍级的 ！Oh my god！